父母，危险来了。你刚才说，朱颜这几日也在山上，他还做了雪薇糕。他为何做雪薇糕？这个就不知道。你是要让我带你去大司令那里？说对吗？哦，我说，其实少司令您前几日就醒来了，只是不知何故丢失了记忆。朱颜姑娘就在您身边，衣不解带的照顾着您三日三夜不再离开。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